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开心人妻桑桑姐。好，桑桑姐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了我们的特别来宾丽华，来，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，耶！嗨，好，那今天要来跟我们聊的主题，等一下再跟大家来介绍哦。那在我们开始影片之前呢，记得要先订阅我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你才知道每次上传影片的时候收到通知哦。OK， 好的，这很重要哦。好，请问一下丽华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嘞？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？爱多美碗盘蔬果洗洁液。哦，今天要来示范爱多美的碗盘蔬果洗洁液哦。好，那碗盘蔬果洗洁液，顾名思义就是它可以洗碗盘，对，又可以洗蔬果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洗的东西是什么呀？花椰菜。花椰菜。大家都知道花椰菜非常难洗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每次上面都会有很多的小虫，然后我们又很担心那个农药洗不干净。好，但是有了那个爱多美的碗盘蔬果洗洁液，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样的把它洗干净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以下就是我们的影片咯，请看。这是两盆清水，现在一盆我要加一滴爱多美的碗盘蔬果洗洁液来清洗花椰菜。来洗花椰菜哦，这个是有加爱多美的，这个是清水。你看，有没有不一样？是用柑橘天然萃取物去萃取的，维他命 C 的含量是柠檬的30倍哦，可以很快速的洗净碗盘跟蔬果，也很保护双手。刚看完示范了，真的很简单哎、哦，这洗花椰菜而且洗得非常干净哎。碗盘蔬果洗洁除了洗花椰菜之外，那个丽华可以跟我分享它还有其他的用法吗？有，它清洗地板很干净哦，清洗地板很干净。所以想必应该有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用途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大家想知道吗？这还有哪些产品，然后对于家事来使用是非常非常合适的。好，那有机会我们再邀请丽华来跟我们做分享好吗？好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先到这里咯。好，那请记得持续关注桑桑姐的频道，就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内容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，谢谢。谢谢。那我们开心人妻桑桑姐就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